了一家饭店。这是今天的早餐。好啦，吃完早餐我们出门了。我没散步去公园。巴士哪一个呢？いっぱいいるよ、連れが島の鳥が。很舒服。出现大半夜的，很凉爽。好了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景点。行，可是我自己刚才在这里，我们现在在这里，然后待会儿要到这里坐车。多来，不是这个，不是。Long track, so it's a bit sad. 好漂亮的公园。回家从 Google 地图里再来确认。
天堂鸟啊。越是叫人家不要做的事情，人家越是要做。虫鸣鸟叫，你家？我们可以走别的路线啊，我们还可以走别的路线啊。我说公园的其他的路线。要离开这个公园了。哇，这个风好舒服。
去吃中餐了。我决定在这间泰国餐厅吃中餐，是朵朵选的。好啦，就是我要吃中餐了，我就选了这个。然后朵朵呢，他好像有点身体不太舒服。原本以为是花粉症，可惜他走到。发现我不太喜欢人太多的地方。我们本来是要去商城去看有什么好看的东西，结果两个都没有顾客。好吧，第一道出来的是泰式牛肉沙拉，真好吃哦。我有一点勉强，因为他很讨厌吃香菜。那我们吃饭咯，いただきます。今天好像有什么足球赛事，是不是？吃完饭我们就一直走一直走，走了好多路。散步太累了，坐下来休息一下。家的冰淇淋，朵朵累了，因为今天走了很多路，又换了好多轻轨巴士，他已经累了。我们现在呢，要到海边去，坐在沙滩上看夕阳。到了海边了，这是什么桃子？哇，好舒服哦！蔬菜园。
个可爱的小 baby。好迷人的花园，意外的来到一个很可爱的花园。好了，我们要去海边了，买了碳酸水，走。在这里看夕阳，多多。从海滩下车，搭了那个轻轨，准备回家，累了，买个
碳酸水，休息。早安，又是今天的早餐时间，这是我们待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早餐。明天早上又要赶很早的飞机，可能吃不到早餐了。好的，大概有十分钟，没关系，一如往常的。想丢你了。好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自由行。吃完饭一直一直的走，来到这里。这次来澳洲，我才发现澳洲跟日本的时差只有一个小时。朵朵带我来逛，来到了一个市场。不是，那是烧麦吗？超级大的。他们好多香肠。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酱菜都好咸。刚刚逛的市场全是卖腌肉跟那个鲜肉，很多啊，鲜跟那个海鲜跟菜菜类。哪一个我也不知道哎。杂货是不是？
生活杂货区。从市场里出来的。啊，这个この近くにある。这个スーパー買ってからじゃないと、あの炭酸水。あのあっちスーパーないかな。我们要回到饭店附近的购物中心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啊，我们家朵朵跑到哪里去？我要赶快去追它。好，拜拜。太惊险了，差点赶不上。